固定嘅封鎖線。警察咧就警告呢位女士咧就要拘捕佢。咁呢個女士咧就話佢係一個美國嘅公，佢係美國人啦。咁如果咧就如果被逮捕嘅話，佢會咧就揾美國領事館幫手嘅。咁咧就佢咧啊啊啊！對住警察話咧，如果你要噴我咧，你噴我，我即刻啦咁樣。新闻资讯权、新闻资讯自由同埋营商自由合唔合理？